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哥。哎，今天南哥来花坛工作哦。看，花坛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算很古的东西哦，就叫八卦窑，以前在做那个砖头用的。哦，砖头就是那个，好，哦，来照一下。哦，在做，你看，相信这个砖是砖做起来就，看，哎，在，哦，你看这里现在都被树长得包起来了，你看还包得很有艺术了哈，哦，很漂亮。哦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镜头来一下，来，哇，你看这里里面是有一个有一个规划的哈，哦，你看哦，里面还有一个通风口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啊，里面还有这个，这是那支撑柱，很漂亮。啊，它应该是分左右两边来，哇，好多小青。你看什么？青蛙这么一堆，啊，真的，小青蛙一堆，哇。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青蛙，还是鸠，还是鸠鸡？不知道这种生态。应该是蟾蜍。哎，你看哦，里面左边、右边都有通道的呢。嗯，这个很漂亮。哇，你看上面做这样也，欸，很特别哦。这个是有规，有这个设计过的。哇，很漂亮。嗯。这个就是八卦窑，好像说明都已经看不太清楚了，但是应该以前是很有规模的，那八卦窑上前面这边，你看这边还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洞口，好像这边是另外一个洞，你看看进去就感觉又就是从那边刚才看进去的地方不一样，你看，这个。多漂亮的地方，你看，哦，每个孔看起来是很有，现在看起来是很有艺术感呐，啊，这是原则上，因为不让人家进去所以我南哥只能在外面拍一下，你看，这种感觉其实，还不错，大家应该很少看到这个其实还蛮漂亮的。蛮有特色的，以前的那种做砖块的，哎，漂亮吧？八卦窑介绍给大家，我是南哥，欢迎关注南哥爱玩购，拜拜。